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娘子。今天我们去给葫芦瓜剪枝，它跟黄瓜和南瓜的剪枝方法都不一样。走。哎，帮他行行。好。葫芦瓜，这是葫芦瓜。先让老爸打个样。我这就。虽然我也会剪。你剪。因为老爸是老师傅、老江湖，他剪的会比我更果断。等他剪完之后，我再跟大家说我们家是怎么剪葫芦瓜的。它就是长的葫芦形状的瓜，我们也是吃嫩的，老的那个造型很好看，可以放家里面当装饰品。咱们这些熊，好，打开你说这儿是不行的，就先转到这儿，以后就把点个疙瘩。现在这个边边是花，还全部是边边是还主线不大些花的，全部要剪完，剪掉。咱们的全部从大概1米2到1米以下的藤材质全部不要，2米5以外剪那个大地道。因为脚下它不行，肯得病，看，有点疯了，要是花。这分的，哎，帮着省钱，大概1米2以下的全部不要，大概你个2米5到3米样子，等你看是前提的，要把绷着。你们听懂啥意思了没有？杨子现在当翻译跟大家说一下，葫芦瓜剪枝我们是这样剪的哈，主藤蔓1米2以下的所有的侧枝侧藤全部不要，只留主藤蔓，1米2以上中间到2米5中间这部分。主藤和侧枝全部都留着，到2米5以上的那个顶部把它顶打掉。2米5到3米的之间全部是腐蚀，它接好多，因为太多大以后就没用的，它都接不好，一个二板一个腐蚀，下面的就是隔洞或者几个二板一个，它又不狠，在下面的它皮的接得多些啊，全部一个二板一个。我们现在来实操哈，王师傅已经教过了，1米2大概是这里，因为它垄高有10公分，1米2以下的侧枝全部都不要。我们现在开始剪侧枝，啊，这个不要，哪怕是侧枝上已经长瓜了，我们也是不要的哈。还有下面有一些黄叶、老叶、病叶，可以随手摘掉。你看，还有这些都不要。大概2米5或者是3米处的顶部把它截掉。我们从这儿开始啊，剪掉，这样就剪好了。芦瓜藤上剪下来的这些侧枝，我们还是剪的有点迟了哈。老爸说有点耽误了，被耽误了。后续它如果上面再长藤蔓，再长侧枝，这里的我们是让它留着的，长出来的藤蔓我们就会横向的把它绑在这个支架上。葫芦瓜的话我们就剪这一次，它跟黄瓜、南瓜还有西红柿是不一样的哈，它们那几个蔬菜是在它生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给它剪侧枝，剪枝的目的呢就是剪得空空的，通风透气，少生病。还有下面的侧枝，老爸说因为它不太结瓜，开的花也很少，也结但是不太多，没有中间这半截长的瓜多，品质啊、产量啊各方面它都不如上面这半截，所以我们就把下面的剪掉，只留中间这部分。别剪错了，像这个是花儿，
剪掉。好了。那好多哦。嗯。哎，坚持的，不是坚持那样撕了皮的。就解的啊。嗯，不是这个吗？有时候事情多就顾不过来。早点剪它就会长得更快，因为你不剪的话到后面它长大就特别消耗养分，迟早也得剪的，所以早剪早好，趁它刚长出来的时候剪掉。我们葫芦瓜也是一样的 Z 字形的方式或者是 W 形的方式来地栽的，因为它藤蔓多，跟苦瓜一样，保持足够的空间它才长得好，种太密了密不透风的长不好，晒不到阳光，容易生病，产量也不高。这个间距差不多是1米2、1米5的样子，株距之间的间距。又在下雨了，你们来剪枝的话最好是晴天来。葫芦瓜是很高产的一款蔬菜，藤蔓多，果子也多。这葫芦瓜的藤不比南瓜藤，南瓜藤可以吃可以卖钱，这葫芦瓜的藤没法吃，不好吃。没人要的。这个藤是没人吃的，你看这个现在还没有长到那么高的，这个顶上等它长大之后再长高一点我们再剪顶，现在这颗顶我就不剪了。悠悠他这个一喊悠悠抢庄子啊，嗯，他又要抢鱼土里响，他就不通过，因为皮里现在这和下面的脚椅子他就得不到流水，也就得不到阳光，所以它就不长大。嗯，它特地结的瓜都是也死不好，黄啪啪的。嗯，因为它这边它地方掉皮的大，真的大是不是？嗯，阳光长高些，阳光也多些，顶端又是阴阳方面也高些，所以它下面它就即使不到光，阴阳也少些，还慢慢的瓜它就留不住了。留不住它就掉地了，死了就成，得不肥它，它结的个，我不肥它也它是水军嘛。你看这个好多，你看，嗯，我地上的都长很乖啊。啊，乖还是乖些啊。嗯，我们刚才观察了一下啊，老爸又跟我讲了一下，为什么我们1米5以下或者是1米以下的这些侧枝都不要，因为它的藤蔓会长得比较高，而且上面的枝条叶子也是比较多的，我们保持间距也是这个意思，植株形态更大，我们的间距就要更大，上面枝繁叶茂的。导致下面的有一些侧枝侧藤上面虽然也开花了结果了，被上面叶子挡住之后它就晒不到阳光，因为老爸以前是实验过的，所以我们就干脆把下面这些侧枝就去掉了，去掉之后它也不会跟上面的去抢夺营养了，你留着它也是长不好的，上面的这些瓜已经长得很漂亮了，估计还有一个星期它们就可以采收了。每一个叶叶处都有一个瓜，有些还有两个，这个就是两个，啊，两个瓜，旁边还长了一个侧枝，这个侧枝长出来就属于孙蔓了，这个孙蔓我们都是留着的，所以它也是一个很高产的蔬菜，下面的这些侧枝侧藤
就可以牺牲掉。有时候你如果看你舍不得，你把它留着，就到后面得不偿失。因为我们以前是试过的，剪了之后和不剪的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产量。还是这么大吃，吃醋是会吃。老爸说，如果早点剪的话，这上面的胡萝卜很多都可以采摘了。这个也还没有长那么高，等后续再给它打顶。看，剪完之后的，跟刚才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？现在看过去就很通透，很干净，很清爽。刚才下面就是一团糟一团糊的。